開 game 開 game， 玩咩隻 game？ 佢纏住呢度，啱啱又係嗰只蝸牛，即係咩 Evil with Fish 嗰個蝸牛點點點點咧？做咩？嚇？因為人間蒸發。有啲咩 set？ 有冇用手砌啊？可以，等先。要用粒，我用粒菇。有啲咩 set？ 嘟，自大小速度注屏幕。住咧，控制聲音咁樣先咯。有咩選擇？咩選擇？咩意思？唔知咩意思啊？係。就咁咯，冇系咁多，明白 ？OK。嘟，開始新遊戲。又問好，係咪有撳掣？點？係咩？依家係讀個鈴定諗字？佢嚟街點啊？咩啊？佢一開波應該。佢唔似畫面，梗係好似啲講嘢 game 咁啊！冇人想講咩，有怪事發生啊！喺個地方涉高，目擊襲擊失蹤，點啊？咬驚驚，係咪好危險？要翻火星？講真咩？亮太唔會成日玩手機咩意思？佢系喺度碌電話，嘟，有咩？周圍有鬼，佢啲地方嚟嘅就係，又圓圓有個波，你話係得三個嘢揀啦，下邊低個嚇，有咩文件？啲咩碌屎又有咩睇？碌屎有個女人打俾我，浴室消失咗。通常會咩將另一個離家出走個案，但咩見到啲烏鴉轉傻瓜有奇怪嘢喺屋頂上面絕飛啊！黑色污跡，呢啲污跡嘅人，原來係咩唯一睇到呢啲污跡嘅人啊？住喺度咩？並帶我進門嘅女人冇透露啲污色嘅痕，嗰啲跡象做乜嘢？俾咗浴缸我，講曬啲俾我知嘅啫。佢嘅男友當時沖涼，沖咗好耐，入去睇下做咩事，一開唔見咗，人都冇過。浴缸水咩？反射咗個咩古老神社乜鬼？佢用手摸一摸，擦一擦個咩浴缸邊緣，有啲透明，黐立立嘅嘢上面咩？反射了一個神社倒影，必須團隊討論一下呢個情況乜嘢。將前門嘅黑色清咗之後，離開現場。可憐嘅女士，以後點過？就係咁。佢都係睇咗逐個逐個咁啦。係無智優失蹤事件。呢個人係叫梁太咩？抵達現場，黑霧已經消失咗，咩剩翻啲綿綿金魚籠罩住，跟住咧揾到一對布置嘅衣服咩？係兩片被遺留喺呢度嘅咩？蟬脱咩嘢？人間蒸發，兩仔懶住，新貴消失咗，新貴生命消失了喺意識度，係。保護唔到佢哋咩？心情異常沉重，真係有史嚟最差感覺。OK， 越落越大，唔想落，即係想淋雨。兇手
啊，這個時候兇手回到犯罪現場，是一他是一群揸住遮的怪物，彷彿地咩走到哪度，啲魚跟住哪度，就係要睇下真面目，見咩要讓佢哋見識真正的地獄啊！攞住八姐保護自己，但我不斷打佢哋，打佢哋遍體鱗傷，我隨時都可因為精疲力盡倒下，但我的承諾不斷支撐住我。決定走嗰陣時候，我仲係唔願拎遮，單純地離去。乜鬼？淋到濕曬。咩 K K？ 一個人叫乜 K K？ 兩太冇。快擺脫怪物纏繞住佢嘅咩念頭？院之內失蹤事件複雜，但努力理解佢寫咩。收到一則關於有個女人喺咩院之內失蹤。如果你係咩當時已經同我一樣耐咩，就會逐步建立起可具規模嘅線人網絡。線人。聲稱女人是在起霧那天被目擊，在霧氣籠罩住院之內那陣，嗡一聲消失了，是不是那個什麼兩仔乸的女人？這種時候我都希望有人那個人在身邊，我第一日和拍檔碰面就遇到一連串的事，行住嗰啲消失嘅人，住咧，遇到鬼我先信，初頭唔信，跟住咧，一直佢曾經認為係幻覺嚟嘅啫。OK， 原來見到嘅靈或者怪物並唔係電影中，係真人真事。OK， 慶幸，否則我便冇辦法睇穿嗰個咩偽裝成女人嘅怪物乜嘢。放出紅色波，紅色炸彈，跟住咧，但我知道只要唔被包圍就冇事，左閃右避 ，all miss。佢睇起嚟好似咩一場噩夢，結束咗佢嘅痛苦啫咩？懟 Q 死咗佢。調查現場時發現一個女人袋，有咩身份證，另外揾到一個可能屬於佢嘅衫。從他們堆搭情況看咩，就是這個女人憑空消失咁嘅嘢。邊個做？我已經知係邊個。繼續查 ，K K 咩？誒，唔係，唔好再撳，唔係再撳。網路爬文呢個孩子發現咗某啲嘢，咩某個人，有一個叫咩 K K 嘅人，曾經喺城裏面呢個區域咩調查怪物。啲行蹤，相信係咩真人真事，同兩太一樣咁諗啦。Social media 唔呃人啊，代表 KK 係咩超自然現象專家，係佢先是專家。仲有咩事？誒，每個咩潮文、網絡文章都可以睇到本地怪物嘅樣，有張好夢咩？勁蒙的片係咪超低清影片，超低清的相，兩太準備好採取行動嘅啫，係咪好有聲嘅？聽到佢有啲嗌咗一聲咁樣，揾 K K 呢條友幫手，要揾到入邊要咩？攞個度下去 I P 先係咪？點啊 ？Google 點啊？打咩 K K 點啊？就咁撳就制咗。哦，你咁睇畫面，揾到佢，點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咪夾緊掣定點嚟噶？係有聲嘅，我咪應該夾翻大聲啲。係有講有嗰啲，我夾翻大聲啲，全部夾翻最大先。防白音量應該係。就咁。你話探完先生，呢個係叫兩太啦，右邊條友，係清楚啲。有咩 ？Google、Gmail， 有親愛的探完先生，乜鬼？
幫幫手，怪物將我最親密嘅朋友咩中座捉 Q 咗嘅咧，坐喺住張凳，塞喺個咩好 Q 細嘅房仔咩臨時作戰中心，係咪秘密基地？做緊咩管理員係咪？做緊看監，跟住咧睇緊好多個 CCTV， 發生係咩人孔蓋附近帶佢翻嚟。有啲多圖形表 N 咁多個表睇唔切，又好似阿寶咁樣咁樣擰嚟擰去擰嚟擰去，一夜睇唔知幾多個 cam 咁樣。又發現咗量態信息，睇嚟好絕望。哦，那個 KK 就係佢啊嘛，啲日文簡稱好嘈，我教細聲啲。加細聲啲咯，我唔知道。係嗰個 KK 就係嗰個日文嗰兩粒字嗰個前粒字。誒，教低啲啊，我唔知道。佢弱模教嘅喺度。都係睇字啊，而家睇係睇啲文字喺度撳撳撳。誒，自信。咩？始終堅持同情。分析能力好 Q 高，差唔多。有一方面咩嗰、那個咩人孔蓋，唔知咩意思啊？之後都最近幾次發生，距離遠同我有關。咩諗乜嘢？知道自己咩冇，可以獨自保護功勁嘅啫。信任隊友，要揾幫拖誒時間啊。咩？誒捱得。嗯，阿蘇老心咩？望一望個 cam， 有嘢講又冇嘢講，不難理解。人生夾肚皮啲嘢，啲嘅咩？有條第三條有描述佢哋做緊咩動作嗰啲嘅，而係放咗一台咩錄音機 ，H 咩播下播放鍵，誒播咗啲聲跟住走先。咩？錄音筆、錄音機，日本嗰啲乜人孔蓋女孩，唔知乜嘢叫人孔蓋，未聽過。有咩鬼故？俾人恰乜嘢？要做復仇者聯盟，跟住咧，誘騙其他人。哦，慳渠蓋，落要走九窿啊得，慳渠蓋。跟住冇咯，落咗舊窿就冇噶啦，跌咗落去仲有得翻上嚟咩？吸沼氣都入去瞓咗覺嘅落去。任何關於啲咩怪嘢可以落去調查，對嗰個做啲嘢係個人好奇。係咩？冇一進一步證據情況下，呢啲事唔值得我團隊去追查，知唔知啊 ？OK。既然有時間錄，我而家喺個女右邊條友直接講，有時間錄埋啲無謂嘢。應該自己去教啊！又有第三條有描述貼，呢個胡鬚佬做咩？全神貫注於其他工作嘅艾德唔出聲，唔理係咪？佢一定冇發現反白艾條女 ，OK？ 佢唔理貼嘅。你最好唔好知道你空閒嗰陣時做啲咩。又有花生友，旁白講有個花生友叫咩？佢理解啊！一邊聆聽一邊等插嘴，呢個時間點就是，就係依家，等落去啊，係咪？胡鬚佬唔想搞係咪？係啊，你好危險，唔好去啦誒。咧你仲係唔放心俾我一個人喺唱五分鐘，唱五分鐘攞外賣，又得咩旁白又講嘢，呢個係。俾佢出去，話咩太細個啦！你等你大啲先啦，係咪？大個啲先啊 ，OK？ 明又超靈成熟個性，常用一種咩親如姊妹咁望叫住佢 ，OK？ 同埋呢個意思，迅速即刻望翻個 cam，
好成熟，但係都係忍唔住做啜嘴啜嘴表情啊，得。跟住咧，會整埋啲咩金魚養都係。附近已經有我哋私家人景咯，有片第 N 條友去噶啦，你唔使去。你喺度食花生啦，有狗，呢個深宵食堂，仲有各類型顧客，咩自己啲飯自己食，喺度食拉麵啊，食咩啊？呢啲係。手打呢个梳班系乜嘢？唔知系乜嘢？回应有一阵，又系广告电话，手机好啦，咩听啊听啊咁样。OK， 震到咁，喂喂，问好问好问好，边个再 Q 住我食嘢？沉默的乘客咧，撳一撳個鍋，阿芝阿阻阻我食面咁樣，又有我呢啲嘢麻煩，呢啲人俾我嘅敵人更會揾到麻煩，我覺得揾人做嘢嗰啲啊 ，OK 得，煩過啲對家，揾我做嘢啲人煩過啲對家，好，食啲嘢都唔理。喂喂喂！嚟，有得揀。喂，有生命危險。誒？嗯？做咩？有人唔聽咪聽咗？你知道咩？我喺嗰日開始咩挑戰嘅什麼鬼也不怕。嗯。咩？你決定唔再一單拖住咩？揾上我哋要求支援嗰日開始。問好人咧，呢個叫西裝友。除此之外，我仲未有飽到可以揀裝呢支隊已經合格嘅程度。乜嘢？有咩要支援？你知道我會出現。佢、okay、實際上我已經自願加入呢個大，冇嘢值得注意危險。收到我熱情報。可能同我哋咩正喺度調查現象有關嘅，點解咧？簡單嘅，我佢話俾啲簡單嘢你做，原來好 Q 麻煩，昏咗佢，係嘛？佢指示個孩子啊，揾你搞啊，西裝友，係嘛？邊個話想做？如果為咗佢乜嘢為了令我難堪，就犧牲個新人啫咩？即係唔俾佢賺錢係咩意思？出發咗，睇下會搞。我要同你講其中一位談件事情，咩有其他嘢講？咩意思？我係咪揀緊掣？屋企都全部用孤撳喎，佢呢一個咁嘅前端全部用粒孤，唔係撳嗰個十字掣。有咩講啊？咩意思啊？上幾個先咯，表妹會。咩？係咪想出發啊，小妹妹？係咪為咗咩揾錢係咁多？係。外心嘅聲音喺我咩告訴我哋咩又可以有所作為？係。你講咁多好多廢話，好多廢話字句我都。自己條路自己揀，跟住唔使跟住嗰度啲人嘅。我唔會俾件事發生，我唔會同佢，唔知邊個去。佢所作所為冇辦法原諒嘅。唔會俾件事發生，跟住咧，好似 TB 啊嗰條友，跟住我哋領導又得，跟住咧。確保我不會離你哋太遠做嘢啊！是咪？好擅長，結果
講咩？係咪又去翻呢個男仔嗰度？我要揾嗰個 TB 女人啊！係嗰個 KK 就係 TB 女人啊，應該梁探知道身邊嘅人，人哋都冇理佢，好細個冇人理佢，集中咩手中嘅紙，拆咗幾次之後咧，紙片變成成熟悉嘅樣子，咩意思？搣搣搣，色神係咪啊？變咗啲咩頭咩手身都係一個手掌咁大，整咗啲咩色神紙仔咁咧？慶多倫太咩？睇下我啲嘢先，跟住陰影中走出一個，又係咩監視住佢？哎哎，羅西裝友，你攞住啲色神做乜嘢？你緊張？但係握住呢個咩色神俾佢勇氣 ，OK？ 如果出咩麻煩嘅西裝友，邊位啊？使驚，我唔係壞人 ，OK？ 西裝友。大家都知道我去調查的時候帶住啲咩老舊嘅色神，好嘅奇怪嗜好，清楚乜嘢？但你能得到擁有夥伴嘅好處，而且唔需要進行繁衍嘅限調，即係咩？講緊咩？刑警，跟住咧放下防備，重新檢查有咩對折，有咩紙張。對於調皮魚感到驚訝，有啲生疏，但唔知點解佢依然同呢個咩害怕嘅細路繼續吹水。色神攞嚟變魔術，跟住咧，唔會係巫師，唔係女嗰啲咩巫女，白色紅色嗰啲。佢成日話我知你咩人，個梁太以為佢係 K K 嘅。嗯。講清楚啲，係咪你係 K K？ 係咪嗰個網上嗰條友？係咪？我認為你高大啲添。誒，佢哋話你識解決神秘事件，是咪？可能是。跟住咧，扮住 K K 先，因為刑警望住佢部電話，佢發現喺嗰啲咩 social media 文貼文上有處理過佢夾，有啲圖佢都有見過，點啊？就有啲圖啊，啲圖我。我真的用手字母縮寫，因為寫全名好煩。OK， 是但啦，咪 KK 咪 KK， 任你作，即係襯仔都得。咩不甘？我不甘你嘅事咩？係我啊！咩？的確是我，但我唔係我。嗱，總我唔係咩？我係 KK， 但我唔係你哋嗰啲咩？惡靈獵人嗰啲人啦，係個咩警察，跟住收起玩心，好認真點啊！細路咩需要一個探得啦，揾到啦，跟住咧好高興，你要調查咩坑渠蓋失蹤事件，跟住咧佢有冇調查過？嚟嘅路上打咗幾個電話，近期冇任何失蹤記錄。仲有啲咩黑白兩道問過曬，跟住咧好嚴肅望住細路。哦，咪坤 Q 我啊！真人真事啊，朋友唔見咗，幾日冇翻屋企了，中咗。最後見到佢喺嗰度，係咪指佢啊嗰度啊？走咗之後冇説冇出現過，老人家蒸發咗啊！有咩講大？佢係講大話就咩？天才騙子。當佢回頭看小康嗰陣時，發自內心嘅悲傷。K K 眼神都知佢講真，係好暗，似 Annie 冇俾太陽照過啊！有冇見到霧啊？嗰陣時消失嗰陣。是啊，好像有啊，一出霧就不知道去了哪裡，黑到什麼，很陰森。跟住梁太口噏噏，目前看來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在一個什麼不平靜的城市，就算個小孩都沒有人知道，是不是？什麼？指責什麼鬼？看看有什麼選兩個。等一下，發光是指那邊。奇怪，
哋逼出更多資訊，指責呢個細路講大話。得兩個選項咪咯，佢都唔止講大話，跟住咧，我再多啲資訊，有冇嘢多啲講我先嘢咪？點解咁肯定佢俾人捉走咗？附近其他人都冇遇過呢啲嘢喎，好似誒細路啲細路先值錢，大人唔值錢。但我最好朋友唔見咗兩日啊，誒冇人揾佢，阿媽都揾佢唔到啊，校長都揾佢唔到。跟住咧，報警嗰啲啊，你夠四廿八小時啊，唔知啊，唔知幾多日啊，冇計。我係咩唯一真正在乎我 fans 啊咩？中座冇人會理佢，阿媽都唔曉理佢嘅。其他人都唔理咯。咩話？佢阿媽仲話咩？而家早啲生咗，可以生多個。得翻我揾佢就依家。有呢個 fans 真係好。就喺調查嗰時咩？你見到咩烏鴉喺度講傻瓜傻瓜喺度周圍轉嗰陣時啊？你比其他人都清楚，呢度更值得調查。上面有烏鴉飛啊，你都知啊。我仲知道更加多嘅嘢，只係我需要你幫手。好，話做咗好多嘢喎，你收到好多，有做功課係咪 ？OK OK， 你俾我認識大多數嘅成年人都認真，跟住咧，令我諗起我一個朋友咧，小妹妹，佢都失去咗某條友，但係佢永遠唔會停止為佢哋而戰啊！跟住咧 ，K K。再次望一條巷集，跟住咧，你 fans 喺邊度消失啊？邊個位啊？喂，繼續，係咪要開波啊？係啊係啊，跟住咧，我聯絡下 call 台 call 台，跟住咧睇有冇咩發現，可能慳到啲時間。喂喂喂，誒，聽緊聽緊，嗯，要你哋其中一個。其中一位快速講一下呢個細路同佢落用，令大家跟上狀況，就要 loop 多一次，跟住咧得啦，得得點啊？我唔知同邊個講喎，我只需要跟你其中一位快速講一下，係咪要同嗰個西裝友講啊？攞部錄音機，又係指翻自己，同胡鬚佬咯，叫胡鬚佬錄音咯，係咪啊？音跟住重新播一次啦，啊，係啊，嗰部唔知咩收音機定唔知叫乜嘢音機咁嘅嘢，誒是但啦，誒錄低佢啦，你係咪聽緊？嗯哼，好不幸定係咩？喺我被捉去新聞其他有冇支持？我對呢個傳說研究好有限。急不及待想玩玩，跟住咧，你知啲咩？嗯，其實呢啲係旁白，喺佢講嘢同時嗌得將另一個檔案安插喺錄音機，跟住播，係咪？費事自己講啊，播啊算數。咧，當我喺城市安裝月態能量。因為監測器發現特定頻率下東京電網中有咩微波脈衝乜嘢，同咩靈力共鳴有關，係失蹤實驗嘅副產物乜嘢？有信號，有輻射信號嗰啲啊。透過行動實驗室繼續監測呢啲咁嘅脈衝，可以揾到嗰個來源。全部是咩涉局區，我都冇辦法地知喺嗰範圍啊！不停移動，周圍轉嘅，周圍轉嚟轉去，追唔會追到嘅。OK， 係想避開我，不停喐嘅。如果係咩唔被察覺情況嘅話，穿過喺度走九窿係最快啊！哇，好似玩 DVD 咁，走九窿最快。是時候咩驗證你的理論，跟住點咧？喂，細路，誒揾你 fans 點樣？嗯，定係後面咩汽水機？有可樂飲？咩奇怪啊？但係靠咩觀察嚟判斷唔準？跟住咧，有旁白 KK 會唔
慢從容伸出雙手，佢冇咩拎住啲咩，從手移動方式嚟睇，你會覺得指尖沿住某種模型的動勢，即係咩意思？聽住先啊，睇嚟得 K K 睇到。張開手指，一顆咩晶瑩剔透能量波從佢手中落地，如同靜止嘅水池，咩泛起了涟漪啊！能量向外流入呢個世界啲嘢。好問好問好問好。看有什麼哆啦 A 夢這樣，有條人穿過了，然後呢又有殘影走過，精神能量可以回帶看看有什麼走過 CCTV 這樣。 OK， 這個什麼蹤跡一路向入面伸延，要跟他下一次，是不是去到那裡又再看一次，跟他走呢？深感疑惑，亮太和 KK向嗰個地方行入嘢，但唔覺有咩唔妥。什麼也看不到嘅，睇唔到係好事，係咪？你唔會想睇嘅，好煩嘅，日日睇 CCTV， 抱住呢種就會咩改變人生啊！你遲啲先睇啦，細路仔唔好望。OK， 但係好危險啊！帶翻啲朋友翻嚟啊！我哋會好。這個好像是讀過林字，是不是、這個、我忘記了是讀瓊還是林。遇到大麻煩，他們好像老鼠一樣周圍走，然後呢隔著一塊舊梳化，他們有什麼另一端是什麼有怪物，他們會找狗洞走，痛苦佢哋點咧？超非常痛苦，咩料？咩未試？第一跳到咁遠嘅，做乜嘢？月泰起咗反應，咩月泰？做幻術，你個字咩？跟住睇到房間視野咩？有幻術啊！屋企試住專注都係好難睇，繼續有幻術，跟住咧又係幻覺咩？一分為二。月泰結晶體是你一種什麼形態的物質，聽起來你身體好像已經進入了適靈者最後階段，希望空氣鼠出，好像幽靈一樣，異仿者出現，有人包圍他們，被人女做咩？有時光隧道有乜嘢？你都發呆做咩啊？你都奇異博士咁啊？做咩事？去咗個穿越世界，你做咩？企個真人企咗喺度，個腦啊唔知去咗第二度。你企咗喺度好耐啦，好似奇異博士咁啊！有時候會被記憶佔據，會掛咗機。得啦，我唔想再留你一個啊！但喺我搜尋你朋友之前，必須喺度。我不會去太久，即是什麼？他真人走，你的腦子繼續去其他地方。好，一份報告在一個螢幕上閃了一夜，叫監視軟件掌握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很明顯靈力殘渣，而且他正好在 KK 那裡。喂，什麼事？今天收到示警，你的所在地有大量靈力湧出嚟，在我哋呢個能提供之門前，唔好亂嚟。我唔可能喺度睇等你成個星期喎，我有嘢要揾呢個細路，我哋要。係，你好清楚自己做咩？不得胡鬚佬研究準備好啦。
感謝你對我嘅成果咁信任。嗰份研究情報好有限，實際上比一段咩簡短嘅概述。平心而論，我唔會將你視為可行動嘅依據啊。嗰份嘢待留料，唔會理。嗯，理啦，有用啊，得啊，夠啊。我哋覺得呢個咩有需要嘅時候揾就揾我哋幫手，但當你對團體行動感到唔耐煩時，就話 Q 我哋係咪？玩嘢咩？得啊，唔 Q 你。個鬍鬚份嘢啱使，決定向一名隊員證明自己説法有道理，就同嗰個女人 TP 啊，得㗎啦。佢點解可以揀自己咩意思咧？同自己講，話曬我哋是公平咩？呢個世界公平咩？同埋因為冇人要求我哋，但我哋都好清楚自己走唔甩嘅工作。唔想翻工，你要係啊？得我哋先睇有陰陽眼係咪意思啫？得我哋先睇到啲鬼，定鬼知道啲鬼，感應到啲鬼。OK， 冇人做到。OK。交出回戰嗰啲咁啊，係繼續要赴湯蹈火，冇人做到啦，得我哋先做到嘅，得我哋先有陰陽彈，係咯，嗰啲傷勢好嚴重，爭啲死 Q 咗啊，唔會忘記嗰日，好，既然冇辦法得知，如果你唔會咁樣做嘅，會發生咩事啊？但係都唔能夠因為你受傷。代表是咩唯一選項？你咩意思？係冇啦，全世界得你做到，都係嗰啲你唔做冇人做。係、okay? ，得，係好勁啊！得你先做到啊！陰勁。得你哋啊！得。唔知啊。OK， 遲啲再傾啊！好 Q 忙啊！一直唔戰場，聽眾別人指揮。鬍鬚佬話咩？係佢係咁啊！救咗我哋好多次。唔知啊。你話我唔知咩？得，笑料啊！小妹妹笑料，唔 Q 你。西方又好 Q 你。做咩又去翻？又掛咗機啊！真人又唔知諗緊乜嘢？個咩水手服？誒咩西裝有，無面西裝有，佢會隻眼會眨會喐嘅喎 ，OK， 周圍都係。K K 目光喺嗰兩個恐怖人影之間掃視，然後咩睇住呢個附近盤旋，有啲咩奇怪水晶。正當佢想開口 ，K K 發出一痛苦喘息聲。嗯。如果有人嘗試掂嗰啲液態水晶會點？唔知喎、啊，可能會反咩？俾你嘅反擊力量，唔知喎、啊、爆炸係佢咧有咩力量？沉默地點頭，邊個拖住邊個？得到答案之後，居然毫不猶豫將手咩伸向水晶，好掂啊！就算收手，唔理啊！掂，唔知有咩後果會爆炸咩？佢唔知咩水晶。唔理啦，係咪？掂又死，唔掂又死 ，OK。掂咗先講。你同我一樣咩？為咗同呢啲怪物戰鬥，放棄咗好多嘢，你都照掂。係、okay。伸手去，掂咗掂水晶咧，啲咩？綠色水晶。What？ 就係大爆炸。K K 傳咩精神能量嘅蹤跡嚟到涉谷咩？暗河即係而家又去翻真實，去翻小細路仔嗰度啊！遠離咗熟悉嘅燈光同咩？係咯，汽水機即係依一段入噶啦，跳翻去同嗰個細路嗰度。佢未知是咪冒險，將佢帶到呢個咩坑渠蓋嗰啲咩靈魂殘渣感應到喺個渠蓋度。呢度就係咩迷團中心發源地喺度。嗯。他們帶了你來這裡，宗座在這裡嗎？
周圍望冇嘢值得留意，淨係得個渠蓋有特別嘢。透過凝視所睇到嘅嘢，比起預期多，似似咗咩一個鬼魂喺度盤旋緊啊！行嚟行去，行嚟行去，30歲嘅男性幽靈，被綁定，係會咩？困喺一個固定地方度。咩料啊？鬼係咪？因為你喺度黐實咗，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唔知講乜嘢。有可能咩完全發狂，或者係兩樣都有。通常鬼魂喺不在意自己講嘢正唔正常，哦咁先進係咪？你話啲鬼總之唔會理自己講咩，除非我得到啲答案，否則我邊度都唔可以去。我要知道你喺度具體啲，攤渠蓋你喺度做乜嘢 ？OK， 鬼鬼祟祟做乜嘢？我以為那個是個細路，只是一個附近玩的細路咩？冇啊，唔知啊。我想確保他的安危咩？就話好貴啊，做朋友保唔係做朋友咩？保護，但他不是，那不是咩？哎哎，只是個孩子咩？仲有其他嘢潛伏住喺呢個陰影度啊？啊！我想我死了啲咩？死咗唔系咁乜嘢？一头怪物向下指咗指咩？下面有咩？望住坑渠盖，仿佛只要能够用力就可以瞬间睇到渠下面有啲咩嘢黑暗嘢。佢唔需要睇到鬼魂点头就知道佢系啱啊！只有只鬼话下面仲有啲嘢，啊？仲未嚟得及拉起个渠盖嗰阵，咁睇啊，一道狭长嘅阴影喺巷度爬咗出嚟啊！乜嘢？啊，细路，啊，四围打听刑警工作，你唔属于呢度啊？即系话个K K 同嗰只鬼喺度讲嘢，个细路唔知佢做乜嘢，我以为你同真人讲嘢添，你讲咩喺度？只鬼话边个啊？呢条友诶，唔好嘈啊！只鬼个细路睇唔到只鬼，得个 K K 同只鬼讲嘢，都冇人。呢度真系变成一场咩该死嘅闹剧？喺我落去之前，你喺度等啦，你唔好落去啦。咩唔安全怪物只鬼啊？你系知上面安全系咪啊？如果你有危险，我一打电话，啲队员就冲过嚟。叮叮叮咩？你唔系话咩头先调查紧，得闲讲嘢，有嘢想讲？咩客户服务？打俾边个啊？即系电话后面讲。是不是自己人啊？是不是好人过你？咩？呢度似咩保姆工作、保姆中心啊？要系你愿意，等我哋到嗰度乜嘢？兼顾工作同仔个细路唔系有强项。喺个电话度照顾住个细路先。一样沮丧，知道自己最终都系会帮手，系得喺个电话度咩凑住细路先啊？佢自己爬落坑渠度。等下你哋帮手啦，喺电话度凑住细路先。点样咧？揾佢啦，揾 TB 噶啦。我要爬落去啊嘛，KK 要爬落去。呢个同我一样冇分别嘅，揾佢啦。你啦 ，TB 睇住个细路先啦。都系识照顾细路啊！你嗰度都有个细路小妹妹。你同佢吹下水先可以爬落去，唔得闲理佢。Okay. 有事你就真人过嚟啦。嗱，攞嘅。梁太将 K K 嘅手机放喺耳边，喂喂喂，咩咩？哦，灵猎人夫人，唔系咁嘅。OK， 我系第一个睇到信息嘅人。OK， 关于你朋友中撞见咗信息，我睇先嘅，我再射个波俾佢。我哋會找到佢，幫下手得啦。OK， 幫幫手，
我哋呢個咩超自然調查小組需要一個新嘅副手啊，揾你，誒俾啲嘢個細路做。哇，正啊，喂！好啦，你而家係我哋官方特派警備警戒員啊，你只可以企喺度，咩都唔好做就得噶啦，監視住 ，OK， 得你做到啊。而家咪 send 個信息俾你，每隔五分鐘 send 翻信息俾我，話你知道有咩誒得 ，OK OK， 是但啦，亂咁影下相得噶啦，每五分鐘 send 一次得 ，OK。要知道你企喺邊度，如果你走咗第二度，就唔係好員工啦，誒請童工 OK， 不過唔俾錢，就抌你東湖，但係嗱，要上就文寫空虛得啦，得啦，唔會喐噶啦，企喺度影相每五分鐘。K K 睇住梁太笑哈哈咁樣，跟住俾翻手機佢，攞自己電話影嘅 OK。接住落嚟嗰個細路擺出一副強悍副手，得啦得啦，自己企喺度，每五分鐘影一次相，得啦。係啊，叫佢每五分鐘影一次相，得啦，你自己落去啦。OK， 係啊，好波好波。唔知啊。係啦，有冇啲咩講我知？我而家落九窿。要找找一個朋友仔 ，OK， 係落去，穿住咩漆黑嘅咩蝕谷下水道，污水彈到成腳都係，條褲唔使要啦，哇，好臭又黑，唔係黑，呢度係黑暗沉黑，嗰啲黑佢都係黑嘅啦，都好光咩，都有街市咁多人嘅，其實水都唔係黑，係形體咗。靈力都係好大霧嘅沼氣嘅劇毒 ，OK， 有鬼氣搞到呢度好黑，唔係光暗 ，OK， 阻住我前進，喺度唔知幾多啲鬼氣，周圍都係，越行越深，越嚟越多啲鬼氣，得唔得啊？唞唔到氣。不過冇辦法掌握嘅事，係咪又攞隻手指射啲嘢出嚟？咩長攞 X？ 咩長攞咗？專做咩消除咗啲嘢？正常翻冇咗啲鬼氣啊！除咗臭味之外，而家睇到嘢冇咗啲黑氣。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好似喺度等住安全嘅黑，咪突然間有個人出現。係咪你啊？中座俾咗個 case 線背住佢，喺度唔知掘乜嘢，喺度掘泥。聽唔到我講嘢，喺度咩避乜嘢？咪衝啊！唔知做咩，唔關事。你哋幫下手啊！無端端暗中嘅機電話突然響起，鈴鈴鈴鈴鈴，嗰個魚嬲男仔冇，似乎冇注意到，仲好專心咩掘嘢，都好接近揾到佢，但係我擔心佢唔會。是不是他來的？聽不清楚，收不到信號，得了，聽不到信號，努力是想什麼說什麼，聽到一些就聽不到一些，哎哎，好了，收不到信號的電話，誰打來的？是不是你？都是那個 TV 的了，是不是 TV 打來的？在哪裡啊？你是不是跟那個小孩一起玩緊 send 信息啊！有位問下中座咪著黃色衫，聽唔清楚都係。中座，唔係，聽唔清楚乜鬼啊？唔係佢，手機失去咗功能佢，唔知唔係啊，當佢唔係。就係佢哋咩？好似係俾佢阿媽叫咗去食晚餐藥，嗰個孩子唔答，佢企咗喺度乜嘢？望住我，你係咪通常你係怪物？
射 Q 佢 ，OK？ 召喚出去好耐以前揾到嘅能量，佢又咩背靠住牆，攞手掂嗰啲咩液態水晶，又有啲發射嘢，咩積靈術射入去啊！綠色嘅光芒要飛舞咩飛揚舞動，光芒越嚟越亮，又發光，成個坑渠都好光。可以見到站在隧道中間的怪物羽衣二房者正準備用兒童用的什麼哨子在嘴邊，然後是吹吹 BB 躺在一個陌生人的指尖，還有什麼囚犯什麼需要縮住才可以保持冷靜，否則做不到任何事。陌生人儘管被捉住機都還啤住嗰條友，沙灘之子，咩新朋友，所以你睇睇下你嘅容器有幾好用，咩呢啲係唔知乜嘢，遙控器牌木牌乜嘢，一個咩被邪物，很明顯唔係個裝飾係啲乜嘢，能有特殊用途。陌生人將眼神從被邪物移開，回到 K 身上，奸笑咗一夜。回到你這裡，那裡有人不知道在想什麼，吹 BB 想先走，他不是要走，事實上是什麼爭取空間。還有兩個西裝的遮西裝油現身來，什麼炮製 KK 等著你們，有人打兩個使用風攻擊對一名疑犯者造成傷害，疑犯者受到兩次攻擊就要走，是不是召喚盾牌可以抵擋一次疑犯者的攻擊，可阻止疑犯者使用的護身符，護身符使用後會消失。怎樣啊，哪招啊，現在有三樣東西給我選，盾使用風盾，呢個係咩？禁唔俾佢喐，盾牌。定係咩？而家係咩？攻擊先啦，麻痹先啦，定係落咗防先？定係落咗防先啦，落防。噔噔噔噔噔噔，結界，強攻擊，叮定乜嘢？而家剩翻兩個，點解用？係咪麻痹咗先？麻痹，喐唔到，喐唔到，跟住咧，剩翻一張，仲可以再防住出招。風盾一翼捲兩個人點啊？一個咩雨傘疑犯者受傷了，暈咗之中清醒翻，再嚟啊！再風，有一個消失咗，仲有一個，睇先。等麻痹佢，麻痹唔俾喐佢，我再用風，已經冇 ，OK， 用曬攻擊，係嗰個防禦嗰個盾嗰個又得翻一個，穿咗個窿，應承翻，吹多下就消失啦，豬，喂你完蛋了 ，OK。就結束下水道再次正常翻 ，OK， 而家快速檢查呢個區域，睇下有冇啲乜嘢
遺留嘅證據啊！因為有啲怪物喺度伸出邪惡嘅魔爪，一定有啲嘢。然後佢睇到一啲嘢之後，乜有啲嘢貼咗喺埲牆度，一塊木，我頭先個木頭牌就係嗰塊咩木爪，一定係有啲乜嘢召喚咗出嚟。為咗咩取下木爪向前嗌，跟住當佢指尖掂到嗰嚿嘢嗰陣時，佢發光。嗯，佢点点点点点，发生咩事喺度？吓，去晒边？感到咩身体受到猛烈重击，俾人挫咗嘢？又有咩陌生人？发现一只手被穿过去心口，好啊！突然间黑烟从身体内流出嚟，系咪穿心？抬头一看 ，K.K. 睇住呢个戴住咩般若嘅面具嘅陌生人，你系之前佢好耐之前见过嗰条友啊？诶，到出口唔系啊？嗰度嗰度又系唔知个脑谂紧乜嘢？呢度先系真正嘅，发现自己仲喺度，唔系，系一直都喺度，冇事，爪痕都冇，因为头先嗰度又系唔知发咗神经，唔知谂紧乜嘢。咩事啊？有發夢定係有咩幻覺？佢將木扎咩揸喺手度，會唔會俾佢就咁咩走甩？搞唔知乜嘢 USB 嘅乜嘢？走得太近咩鏈都碎咗，搞笑有冇咁大力？意識到佢唔係一個人，受到狂怒干擾，佢啱啱竟然冇發現有人靠近。邊位啊？一望，佢举起另一只手指指，佢话啊！喺隧道中出现，再出翻嚟，爬上嚟，成队人喺晒度同我消失咯。哇！你望到咩？污秽之墙，仲想行入去？定系？喺咩？你知道我哋會嚟幫手情況下，仲下唔入了。你同我聽住，你針對你對我令我擔心嘅疫情行徑未鬧完。好，我哋總部所有嘢都壞，咩開始失控。我哋基本上將東京所有交通規例違反咗兩次，為咗衝紅燈過嚟揾你。然後我哋揾到一個開放嘅咩狗窿。小朋友當時正費力望住嗰個坑渠，明顯要考慮爬落去。雖然我哋已經盡力令佢有嘢做，借此掩護你行動。所以我哋咩睇咗自己身邊四面八方都係啲咩腐化之物，整個地方浸住啲咩靈魂殘渣，就好似佢哋喺地底集成咗一隊軍隊，然後你仲獨自一條友咁危險仲揾。佢下面都你耐唔耐又痴痴地事挂咗机，唔知发生咩事个机器。继续啊，好臭啊！冲凉啦你，竟然冇死到，仲可以出翻嚟，以为你死咗添啊！有咩胡须佬咪消失咗喺个狗窿咁耐？最大问题系叫你小心啲，之后你越行越入，佢就有越多时间思考你翻嚟点样闹。好無聊，共同經歷了這些事，當你在危險之中內心彷彿亦都感覺到，雖然幫不到你手，是不是死了怎麼辦，沒人幫手，請不到人，想到可能會被你的鬼魂纏繞，幾乎要下去懟死你，是吧？下次我不會的了，OK， 而家最好唔好对我讲咩温情喊，话咩又要冷静喊。Elden Ring 爆咗啦，爆咗啦，打爆咗 Elden Ring。好珍惜我哋咩友谊啊，要你帮手。听唔 Q 到，大声啲。KK 咩相当安全，咩事都冇。佢哋嘅年轻客户，细路仔。
下面究竟怎樣啊？找不到我的朋友啊，什麼狗寶中作不是你最好朋友，而是你隻狗。是啊是啊，隻狗又叫中座，哈哈哈，不是人來的，是啊，隻狗來的。 OK OK， 找回啦，中座擺尾跳上來，是啊，是隻狗來的，不是人來的。反正這些什麼只是想要你摸而已，是不是那麼怕狗啊，狗仔來的，不要周圍跟人說我怕狗，不用怕，不咬人的。要跟他劃清界線。 OK， 不要喜歡上怪物還是走狗窿，他太抱著隻狗周圍奶，但隻狗不咬人就沒事了。多謝你帶回隻狗回來。 KK 先生，你是用了這個名字的。 OK，聽起來很有趣，因為你不像你的全名喎，假 K K。哦，得得得，你得先完成呢個案嘅文書工作，胡鬚佬啊。我唔確定你同怪物對抗有幾差咧，定係做啲咩填表麻煩啲嘅一樣。我寧願咪落多次坑渠算啦，我唔想填表。既然你咩熱愛戰鬥，係嘛？唔做文件嘢了，亂咁秒都唔得了。誒，呢個俾你，俾個細路咩？呢個係幫你嘅，或者係鬼獎勵，唔係啊，係咩收據？係帳單。嚇，要俾錢嘅細路收到，要俾錢嘅咩？誒，唔收你錢，誒，得啦，袋住佢啦，誒，唔收你錢。哇！嚇 Q 死，細路長都睇到佢咩手中文件，見住寫住咩被助咒嘅坑渠蓋，生快佬嘅 K K， 係咪？哈哈哈哈！笑咗出聲啊 ！OK， 你並唔係要將自己決定改做 K K 啊？真係係咪？就扮 K K 誒，呃個細路得噶啦，啊是但啦。但是什麼名字都好，不要提我舊名就可以了，小孩當我 KK 就 KK 啦，什麼名字都不要緊。 OK， 抑鬱著 N 年前的事。 OK，KK 眼中和這個小孩看來似乎因為得到 KK 簽名很開心，小孩正啊，什麼拿到 KK 簽名，扮 KK， 得了得了。 OK OK，扮 KK 都不錯，就是這樣。另外那裡有一些序幕東西啦，你現在總之我現在知道就知道這麼多東西，遊戲就明天玩才知道，很詳細那些。又或者畫一畫這裡有一對什麼，你當什麼捉鬼人那麼上緊的東西，又要有啲咩陰陽眼定乜春先做到啊？咒術回戰啦，簡單啲嚟講，咒術回戰唔係人人都做到嘅。OK 啦，佢有一度打鬥都還啊，即係選項懶寵物小精靈出咩招嗰度，我諗佢都係俾你大概知有啲咩招式咯，有咩攻擊招、空盾招，有咩防禦招，又唔知咩麻痹招咁樣。啲序幕嘢嚟嘅，純粹係啲文字好文字咁表達嘅。咁啊，聽日即正式 game， 聽日先玩啊，今日都未得玩住，聽日玩啦。Elden Ring 爆曬，Elden Ring。是之後會 Google 自己執翻啲嘢咯，總有一啲嘢未執嘅 Google， 即係嗰個 Elden Ring 打就打曬啊，大佬得一隻冇打，我打埋咯，自己都。我玩 Elden Ring 原來都打，我係得一隻龍冇打到，即係一個地方冇去到打，其他所有怪我全部打曬啦。
只是爭翻嗰啲咩結局嗰啲係揀 NPC 揀選項啊，或者某啲仲有啲道具冇執嘅應該，即係有啲咩護符好似未執曬，有啲好似係但係都冇用到。有乜想自博啊？冇啊，我可以撳曬粒掣碌快啲。咁玩咗個零鐘，比較想象中耐喎呢個前傳。我就諗住好 hea 咁樣，都唔算 hea， 都整得好長盡其實。佢呢個序幕咁嘅前傳，我冇諗住玩咗成個鐘咁耐，諗咗可能半個零鐘，好簡單咁。即係如果呢個內容係收你廿零三十蚊，呢個前傳都 OK 嘅，我都佢收廿零三十蚊都值嘅。佢內容都好厚喎，好多喎，以為有啲好廢嗰啲說明書咁樣俾你攪幾頁啊，得少少錢去睇，都做得好仔細，玩咗成個鐘可以玩呢個轉可以，但唔使錢，你就可以去 Steam 度自己下載，唔使錢嘅呢一個前傳。碌過去，睇下玩咩 game 咯，我睇下未必玩 DBD 排隊排太耐，我睇下我未知玩咩 game 啊，係咪咩玩波街嗰啲，波街啊 Apex 不知都可以。而家上曬字幕先，已經加速緊。冇啦，應該。繼續係咩意思？繼續。開新人。OK。嗱，佢連呢一個都整得幾仔細，佢竟然有呢啲咁嘅俾你，有幾個儲存格。開心人氣就，因為佢有些少選項俾你揀啲人嘅，但係嗰度揀完就冇之後，即係開心人氣俾你揀其他人咯，有啲選項嘅。咁我但係我玩一次就算了，我應該唔，因為佢嗰啲有四條友揀嚟揀去，每個組合試啦，試完一次，我諗佢你玩一次應該大概知佢做乜嘢嘅，要玩你哋自己玩。好，咁啊。這個前傳玩到這裡先啦，今天就玩了正式那個，那我現在玩什麼 game 好啊？ DVD 我不想排隊，你們看到沒有 DVD 排太久隊， PUBG Apex 科街，先玩科街咯，在科街玩一下，很久沒玩過。PUBG 有時我會耐不耐自己試一下玩一場半場，我沒有裝到科街。啊！佢唔係打科，我成日想喺個 Steam 度打科街，佢個科街唔係用中文，佢好似唔知咩，佢唔係揾 F 字頭，係咪啊？揾翻先，我唔記得。佢唔係寫科街，佢唔係英文嘅。佢有啲 game 咧 ，Steam 唔知係佢叫咩？糖豆人終極淘汰賽，次次想揾科街咧，打 F 啊，跟住 F A 點解都冇嘅咧？因為科街佢用中文，你 Steam 度打 F 你 search 唔到科街。玩科街，好耐冇開過啦。之前 Twitch 有嗰啲有啲科街 skin 送，不過我都冇乜睇過。玩科街，聽日晏晝應該就唔開嘅，聽晚夜晚先會開。玩科街咧。有啲嘢要撈下，太耐冇開過啦。開緊，撈緊啦，科街。寫呢度係糖豆人嘅。
通常你打個頭嘅粒字 search 只 game 太多 game 你都揾唔到。佢又唔係 app， 佢唔係用英文嘅，都唔鬼知啊！有啲 game 佢唔知用中文，奇怪。有冇玩過咯？我都可以咩撐？佢咩打四五彎啊嘛？記得科界四唔知五有時。不知做咩就六彎做乜嘢，開唔開到啊？有時都打到六彎嘅，佢都撐到最後一彎都偷笑。咁幾耐冇玩過？我睇下啲嗰啲畫面嗰啲啱唔啱先。太耐冇開過啦。正在載入乜嘢？檢查網絡設備啊！喂 ，short Q 咗。攞唔攞到？又應該冇跟上，我啱啱開，我即刻開。點啊？咩事啊？嚇！再重開只 game， 點樣斷網啊？點解乜間刪 game？ 誒，又話有上網，好正常啦。再開多次。點解唔俾我玩？俾我玩貨街？咩無法同步咩 Steam？ 哎，我刪咗 Steam 再開過，你個 Steam 有更新啊？望下先，我 Steam 冇更新，我成個 Steam 刪咗再開過。係啊 ，Steam 都有一個咩雲端同步咧，即係 game 出邊都有雲端，即係唔開 game 咧，你都有得雲端咗佢嗰啲你個 game 嗰啲進度。但係嗰好似有啲白痴，唔知做乜嘢，即係加咗一個嘢，好似有時。啲 game 唔知做乜連唔到咧，好似略棘住咗咁樣。以前都冇嘅，再開過。直接開埋畫面。即係呢啲咧，又係一個死亡國戰呢一卡嘢，我講以前冇嘅，唔知多啲卡嘢。呢啲 game 好耐冇開過嘅，梗係冇同步啦，實係。可唔可以再開到啊？睇下先，玩唔玩到噶？做咩？又似得喎！傻下傻下，我成個 Steam 刪咗再開過，又好似好啲。睇下出唔出嗰嚿嘢？啊得！九方對決。啊！勁耐之前啦，呢、這個唔知呢、這個咩武士，我都鬼都唔鬼記得，睇下先，睇畫面啱唔啱先。佢絕啦，佢係 2K mod 嚟嘅，有啲咩選我睇先。好啦，得極限視窗模式關，自定義喺咩解度？高 OK 高。低高啊，咁智力高啊，係咪密托保存啫？呢個入呢啲係字，我係開跨一定，我玩 game 定開跨平台，做咩冇嘅啫？有保存咗啦。有咩衫？幾耐冇？呢個。邊度換衫？佢都係揀顏色咁樣啫喎，選擇啫喎。好，呢個唔係。佢套裝係呢度上半身下半身先啊，呢啲揀顏色。
我们咩做鸡是对的，系冇，我真系唔记得太耐。系应该系我最后玩系咩咩 Season 2嗰啲，好似啲城堡嘅，唔知咩嗰段最后玩之后冇啦，佢出咩太空定系紫色嗰啲，唔知叫咩弹珠台嗰啲，我冇玩啦已经。乜卖啊？有咩衫卖啊？乜鬼个？我记得他的衫，他买衫咧好抵死。他乜一天啊？即系你要逼你成日翻嚟喺呢一度货金买衫，你货金买衫唔系随时买得噶，你真系好烦。你要成日入嚟睇，你只系得买嗰啲奇怪衫，咩超音鼠定哥斯拉啊嘛。有冇我条脚？我是拉脚，捉鬼敢死海盗，嗰啲超音树啊嘛，佢一作最，好似最后玩盘，唔记得哥斯拉定超音树啊，时间有哥斯拉，有咩玩？我都系全部都玩好啦，之后做界线，个绿幕出边。个咩？冇玩过呢啲，冇玩过。有啲唔慣啲望嘅畫面，即係咩呢啲？彈弓、青蛙跳，頂應該踩上嗰啲嘢度，踩落唔好踩落個水度。呢度係彈珠台，哇！咩波波池冇險樂園波波池，冇險樂園都冇就係做唔住啊！咁樣成冇得開。睇下先。我唔係好記得啲操作先。哇！我少少唔係記得嗰啲操作嘅。唔好撳個 shift， 個 shift 就係同左曬一樣，個 shift 冇用嘅一種。就係、是、個風扇吹咁樣。蝸牛撞擊，唔係犀牛撞擊。哇！粉红色嗰啲唔知乜嘢，好，你都玩惯 DBD 咧，成日揿个 shift， 个 shift 就系冇，我佢个 shift 就系等于你个滑鼠阻滞，佢呢只 game 一空白跳，个 shift 唔好揿啦，变咗要咩喺度揸人，你揸人系。某啲場啲人鬥速度都唔使點揸，就咁快啲衝算數。喂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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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噔噔噔噔噔噔噔。企落啲荷葉度彈，唔係呢個好似又唔係呢個好似有玩過，好似有玩過一次，呢、這個就好似有玩過，喺後邊噶嘛，幾個窿都得。
快啲睇。好似系唔系？要啊，系得 OK。点咧？斗快抢要哦，个人个人咧，跟住你嗨到呢啲波嗨够十，嗰个入边嗰嚿唔知咩太阳乜嘢啊？佢嗨够十五个波，每单人计，佢嗨咗三个。好啦，就系冇就转要转去第二个范围咁样，有冇体现到啲角度？衰咁样走都未，佢不停出噶，嗱无啦啦转场啦，转场，即系点样？要搵嗰啲波喺边度？快晒，做咩？重锤出击，有金色就多啲波，金色嗰个就多啲啊！又见到啲神，无啦落晒，准备转场啦又。转场啦，转场啦！我而家仲争多个啊！睇咗一个，我哋准备转场要转场啦。啲波系短期，唔会一次过生翻嘅，即系一个范围冇咗就要转场。睇到一个。间而家睇到八个，但系要转场做咩？冇啦嘛，得翻一个，边度谂住睇唔到我？都冇啦，转啦转啦，去呢、這个呢、這个好似少人啲。嗰啲咁低嘅嗰啲卜嗰啲分，喂顶攞唔攞钱仲争五个争好多啊！好啦，转场啦，过去隔篱啊！呢个好似感觉比较容易嗨到啲波咁，争四个，诶，喂顶都嗨唔到啦而家。哎呀，那个碌嘢阻咗上天。Oh no！ 冇波啦。唉，争三个要转场。耶、yeah ！哇，争几个人就咩啦？啱啱又上个，唔知道剩翻几个位，得翻廿六个，而家已经廿四条友。呢一堆就冇乜点玩过啦，呢一堆好似嗰啲好太空又唔知点样嗰啲。喂，今日咩 game 都玩下咯，话可以玩埋咩 PUBG 啊？你今日我唔谂住玩 DBZ。佢踩完個嘢再吹上去，個頂好鬼難踩。喂，第，喂 ，oh no， 我大概知佢想我玩咩，行上去踩咗嗰粒掣，鬥，喂，想玩咩？我唔明佢做乜嘢啊？唔係，應該唔係咁樣。
想玩咩其实？唔知做咩，我唔知，唔明，我唔知做咩。踩黄色，踩黄色嘅掣系嘛 ？OK OK。踩黄色嘅掣啊！我而家见到嘅感觉就系、是，揾粒黄色嘅掣，我咪赢啦咁样，有几秒啊？哦，斗快抢黄色掣 ，OK。所以呢度几粒掣，似下粒嘅黄，斗快踩得多嘅次数啊！佢就随机将。兩條友一早隨機瞓，頭先咗嗱有好多個嗰個咩法例，是但派一條友咁樣温我温，廿一次數多嗰個就贏，就贏嗰啲人就繼續推上去。哦，咦呢、這個啊唔係呢個係咪？呢、這個係以前最舊嗰、那個，呢、這個尾二啦，應該尾二怪。哇，企咁厚，企落嗰三角位度，你先有利。最左最右啲三角位，你就系只不停揿住个前掣，你唔好俾嗰啲物品撞到你系 OK 嘅。哎呀，系搏企落嗰三角位个机会最细，俾嘢弹到咯。企中间就要避个碌角，又避啲波嘅碎果咁样。個機都最細咯，你企喺三角位呢啲粉紅三角位度，跳入去先，跳入去就得啦。佢而家用翻真名，係咪？呢啲又唔係，呢啲唔似真名。哦，佢係哦，佢咪入咗右邊就係真名，但係咁樣左下角睇就係嗰啲現金。以前有一段時期係唔係用呢啲名啊？有個編號啊嘛，驚你哋會奇怪名咧，佢唔知佢就亂咁壓個名俾你。好啦，呢度係最後一場，點超畫完成啊！可以已經贏到佢撐到最後一關，呢個係最傳統嗰個啦。我唔知而家上面點啊？佢改嘅，記得佢機關哇，唔係啦，呢個以前我見。呢只又新款，呢度應該水力咁樣啦，嗰啲係可以跳，佢冇嗰啲旋風錘，佢改啊嘛，一直記得佢每場差唔多場，即係嗰啲擺設啲位置都有啲唔同。呢度要跳一跳嘅，如果唔係會直接撲落地，會硬直。好啦，我唔知啦，估大家你睇得到，我即係轉呢邊，呢度點樣喺度？應該都係你就咁行路嘅啫，唔會跳跳會擺有啲尷尬。而家睇啲波同嗰啲棍會唔會夠唔好彩？佢冇咗豬豬鏈，冇理贏咗啦。係、嗰時個皇冠遊戲好似好難先揸得到咯。玩多彎咯，玩多一兩彎。系话系咩 A 皮屎哇食鸡嗰啲 game 咁样，继续啦继续，撑咗五环。我排隊時間快過玩 TVP， 快過玩 TVP 嘅速度先，即係有搶。
好似呢個咪好似嗰陣時嗰個城堡嗰個路，但係入邊有雪地板。係咯，嗰城堡嗰、那個之前，但係唔係雪地毛，而家啲咩冰天雪地板。嗰只眼咪会加速，好线咁样，冇啊，好线，企得太，企已经行到好似有风扇咁样。跟住有啲風扇定個彈弓，我唔記得，哇！我記得有啲風扇吹住你，跟住咧呢啲一蝦又向後彈嘅，好似點樣行啊？我記得咗，佢避嗰個風扇。食一陣先，得得得，哇！咁即刻即刻跳，噔啊！搞掂，噔噔噔噔噔噔，效益字係啊！但珠寶都懂玩的東西，噔噔噔噔，那時剛剛出遊玩的，即是那些又是吃了很多次雞那些，就哦爆了，你知沒完沒了，那時跟著吃 egg 吃了很多次，跟著就算了，噔噔噔噔噔。係得，如果近呢幾年嗰啲咩食雞 game 都有玩嘅，係 Apex 咧玩得少啲，因為 Apex 我唔係好太中意 Apex 嗰類畫風，我唔係好中意嗰啲槍，有啲咩高科技，知幾多百年後嗰啲槍嚟嘅 ，PUBG 翻嚟又玩一排，嗰時出都玩得好密 PUBG， 嗰啲槍 Apex 啲槍我唔係好中意。啊！呢、這個咩記憶牌？呢、這個好好笑嘅、這個記憶牌。其實最悶係呢、這個，但最好笑係呢一個。其實最無聊嘅玩法就係呢一個咯。呢啲咩記憶牌？但係跟住你見成班人一有時好揀成班人錯，但跌跌 Q 死曬，好好笑呢個。但係而家最無聊係呢一個咯。講真，玩記憶牌點啊？出咩啊？呢度鏟鏟車釐子得兩樣啫，鏟同車釐子，我記住。自己個吉啊，一前一後，我係鏟，全家都鏟，睇下出邊只，我全家都係，我而家係鏟啦，向前嗰個 ，CS 1.6 嗰啲咯 ，CS 1.6 又玩嘅 ，CS 提子車釐子睇咩？提子鏟，提子。提子鏟，蘋果，提子鏟，蘋果，啊，係喐了，點解有音樂嘅人哋？點解鏟？蘋果，嗰啲蘋果，有蘋果提子，我個蘋果鏟提子車釐子，蘋果鏟提子車釐子。哇！黐線，邊有西瓜？我冇記到西瓜，邊個著咗對西瓜？著咗對西瓜，我冇記到西瓜頭先。CS:GO 都有玩嘅，1.6多啲咯。高嗰時有玩下嘅，都有玩 CS:GO。即係都有花咗我啲時間咧 ，Apex 就冇啊，即係 Wing 我反而 Wingbow Six 都有玩過一排 ，Apex 就玩個程度超遠啊，同我頭先嗰講嗰堆呢只都係，呢只都出嗰時都有玩 ，Apex 就好少啊，嗰個投入時間比嗰、那個比例，我 Apex 到依家都淨係得原裝嗰幾條友，我一條友都冇買過，雖然係免費。是不是有些角色要買用 game 錢買我都沒用我都沒買過到現在我還是用那個機械人射勾那個什麼飛索機械人
有啲畫面好似咩超音鼠嗰啲咩彈珠台啊，嗰啲保齡球嗰啲，咩80年代風格，好難睇啊！哇，打人要打一粒飛出街死嘅呢個，好企你企條最直路就俾一嘢撥出去，但係企啲慢路就唔會一嘢撥出去，玩咩放 ？OK OK， 都踩中間條線咪得咯。唔系同呢啲系好似咩液体啲咩 ？OK， 有风盾，唔系都有专门夹住你。OK， 如果你行短路走，咁叉过嚟咪得。等先，睇个重锤出击。等先，下一阵下一阵，挑战得。我入咗先，点样啦？呢个唉顶，点样？呢个咩原理啊？呢个，哦，蜘蛛死咗，唔知系咩原理，睇下人哋点玩先。我睇知條路點過，冇行過呢個，咁過喺度。睇先睇，要避開個唔知死邊殺，冇算啦，走了。唔知點樣，我睇唔到嗰度個拳之後行入去，死咗啲1.6鬥追長。定我玩多几场玩 CS GO 啊都好喎、啊，我头先冇谂到玩 CS GO， 我哋谂紧玩，因为玩完头先嗰个东京鬼线前传，跟住我又唔想玩 DBD 排太耐，我晏昼玩时排得快啲 ，CS GO 都好喎、啊、，CS GO 唔使排噶，好耐冇玩过都 ，CS GO 都系冇开嘅程，反而我有时会玩一场半场 PUBG， 有时入去咁样。執下垃圾，騎下人咁樣偷下雞都幾過癮。反而 CSGO 冇乜點玩，佢啊玩多一兩場咯，過下手癮嘅啫。呢、這個貨街都係見咁耐冇玩，又唔知道玩咩好。故事 game 就唔玩啦，故事 game 開通常想完曬佢，玩一下一啲咩無爛隻遊戲。誒，開 CSGO 一陣。CSGO 咪又係用嗰啲咩3號嗰堆衝鋒槍咯，而家成日用嗰啲咩嗰堆都幾好用嘅，你多人嗰陣時，即係你一單打獨鬥啦，爭啲。但係如果成班人有幾條友一齊衝，你揸嗰啲3號嗰堆衝鋒槍，你咁數個人行住射啊！一齊衝啊！亂咁肥，亂咁肥啊！玩埋啲場玩 CSGO， 不過唔知使唔使更新。你咩贪心的小狗路线？你贪心的小狗，我真系，哇！一日跳出去，你点样跳啊？呢啲，哇 ！Oh no， 冇啦，行住上路上快唔到，就要行翻下路。你就系啲咩旋风棍阻住你行，点解喺度？又行贪心的小狗路线。哎呀不要进去啊，熟啊那个青蛙头，青蛙头很大，哦那有个窿在那里。不要进去啊，这个西游战车，激斗战车，都无啦加速的，没路作的，乱咁无啦加速。嗰只冒險呢啲咩海洋公園下水禮？頂！係啊，啱啱好，搞掂。有冇窿？冇窿喺度。嗰個平台同嗰個上下梯之間有個窿，直坐落去。仲有幾多？仲有7個位右上角嗰度。玩埋住玩 CSGO， 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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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又系咩 LOL？LOL 我系冇乜点玩过嗰类型 game，
嗰啲又冇投放個時間去咩世紀帝國嗰度喺度控兵控啲咩嗰啲拉下啲 game 冇乜點玩嘅，即係 LOL 嗰種咧，當嗰類 game 我極少玩，細個又好，大個又好，有試過玩過下啊咩 LOL， 好 Q 多時間就玩過下，之後都冇乜點玩，都係玩翻 PVP 嗰只咩老虎女人啊，我記得。咩奈德麗定唔知咩嗰、那個變騎住只老虎定唔知做咩嗰個識回血又有啲攻擊技嗰類人，我就記得玩嗰個人，跟住之後就冇乜再玩。呢個點樣上踩撳住？因為要垂直線先可以撳住個膊上，因為入搬靚啲位置，但係有啲人做誒啊跳上嚟啊咁好彩。事不撞棍，完全唔得啦！要搬嗰啲地台，搬地台要高嗰只先得。啊，造福人群啦而家，你唔拉地台根本冇得上。跟住要拉多級，呢一個最低嗰只上唔到個最高嗰只平台，得佢咁樣，你喂睇唔見到嗰啲視線。要個最高地頭要再跳高啲先，拉埋啲先得。係，係越近越遠啊！嗰啲地頭，上咗先，上咗先，跟住咧，你睇下點樣跳過去啦。啲人唔好阻住，啲人通常係啲人阻住你。大家點 ？OK， 不是啊，不是啊，嗰度有風扇吹翻人走喎，就依家。上咗先係咪啊？你話睇錯。以前沒有個風扇的，好來你看看怎樣沒有被人撞到，是被人撞到，不然角度太遠，還沒好遠，現在沒得上去，等那些人上去才可以進到，但是這裡離太遠了，要跳去這個，然後再看怎樣跳這個角度，只有一條，只有最尖尖端，就是離的距離最遠，跳了耶、yeah ！不知啊，我第四名，因为飞过嚟，系啲人阻住你跳嗰个膊咧，咩爪实上去，所以有人一撞你就成个飞开，你就唔会跳唔到，你唔会跳到你想跳条路线 ，high high 都唔得。十七个窿，少女群下有秘密。头先嗰人个名叫。我记得 CSGO 冇咗个盾，冇咗盾牌。我记得以前 CS 1.6系有盾牌，得警察先买到。係啦，嗰個盾牌好乸過癮嘅，嗰個盾牌專擋嗰啲，我覺得個盾牌咧，佢係玩個盾牌有個值，可能有30個值，你要一次我攞啲連射槍射爆嗰個值，一射爆個值先開始入用。如果你攞啲追擊槍咧，打一下打唔穿個盾，你射幾多下都好似唔會穿。你攞啲咩連咩重機係咁射個盾，射到盾，如果個值冇咗，你先至會入。你攞啲咩單發槍，你射極都唔會射得爆。做咩好多人射？玩咩我唔記得咗。做咩都係咩個呢個？做咩個玩嘅？以前 OK， 紅色就係唔好俾人捉。紅色係唔會爆，藍色係會爆。OK， 但係呢啲波亦都會阻 Q 住你。而家初頭梗係唔會死啊，你去到後期就會俾人連個波。OK， 而家你避個波避人其實避個波之前。有一個齋呢啲壁，全部都係藍色，會爛會裂開曬嘅。而家係你要 ，OK， 要趁打我。如果我冇咗啲兵，我死 Q 咗啦。逼我而家企中間，唔係，但係我唔知點先避咗啲波同避人。打高爾夫球，我話死咗啦。咁啱個得一夾都跌咗落去。好啦，你玩到呢度啦，玩 CS 多，打高爾夫球。嗰度夾夾都冇，仲係有個窿，就係跌落個窿度。嗰度第三關死掉咗。
玩 CS GO 啊，玩 CS GO， 仲有 game 先。CS GO 好似冇咗，而家冇台迷，我覺得個台迷好好玩喎、啊。以前你但係只可以俾你玩支手槍噶嘛，其實佢就係俾你玩手槍，玩啲咩？我唔記得散彈都唔得。誒，打 CS GO， 有 CS GO， 個頂尾安裝。CS GO 撞咯撞咯，未冇我冇諗住玩 CS GO， 跟住冇撞 CS GO。睇下安裝。看看下載啊！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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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下安裝 CS GO。咁啊，曬個班2077唔知更新咗啲乜？佢叫啦，27.几啊！頂，要啲時間喎嚇，唔係咁快可以安裝完個 CS GO。定玩翻咩匹之船？你想真係睇下玩埋？不知有啊 ，CS GO 太冇好玩啦，12级啊，睇下下載啊，睇下裝埋咯，都好就係一級啊，係咪啊？屌，使呢個位睇唔到，等下先，真係冇喎，冇得話咩開啟。因為依個未完全未裝，睇下裝咯，唯有啊睇到個數會細得滯，個數會細得滯，有冇得咩完成後啟動？唔使住，要啲時間。而家五係一擊，兩擊，中咗十擊，係嘛？唔係點樣睇都唔係睇得明。佢度咩27点唔係咩意思？呢度係12下載，依個係。位置啊，喺唔知係咩啫？依個好似個硬碟咁嘅嘢啊！但係呢度27，冇得睇其實。冇唔知要裝完先知。一個12，一個27，唔知邊個先係？等一下再買啦，都係都唔係好耐啊！我諗等翻3-4分钟可能得嘅啦。冇啊，原來冇裝到 CSGO。知道幾時產規咗？可能見到我都話都好少玩喎，諗我都可能一年前都有嘅，有冇啊？睇下先，我睇下佢冇話最後幾時開，冇喎，佢寫今日喎，冇啦。我只 game 開咗，佢而家當我而家玩緊，我唔記得上次係幾時啦，都唔係玩咗好多，又玩100 CS GO。個時間唔算玩得太，因為佢喺 Steam 度咧，可能玩咩 Left 4 Dead 嗰啲咧，玩 Left 4 Dead 會多啲。CS:GO 有啲咩？啲最正統嗰啲咁嘅槍 game 啊，跟住玩咩 Left 4 Dead 嗰啲，好似趣味大啲啊，整下呢樣啊，整下嗰樣，做啲無謂嘢。CS:GO 好似冇乜無謂嘢做，最撚咩殺下。殺下咩意大利場咪意大利場嗰啲雞堡啊，咪啲雞堡喺度叫啊嘛，攞把刀咁攞啲咩炸，好似閃光彈都會死啊！你睇嗰啲雞堡係咪意大利場啊？個牆唔知斜到好似有啲雞啊嘛，嗰啲雞堡你攞閃光彈唔知咩彈都可以整死佢啊！唔一定攞刀或者菠蘿，槍就肯定得啦。啲人咪最中意攞刀仔咩劈雞堡、刀斬雞堡。有部收音機，唔知做乜嘢，話炸爆佢，但係爆炸唔會炸傷人，得個爆炸啫，或者引啲敵人埋嚟咯，聽到爆炸聲。不過嗰啲咩小人國嗰啲好似冇啦 ，CS:GO 咩1.6先有，即係啲好超級趣味嗰啲場咧，啲小人國定啲唔知咩揸車場定咩滑水場嗰啲。嗰啲好似冇啦 ，CS:GO 好好玩喎、啊！我印象中我淨係識玩白色嗰個滑水場，其他我都唔係好識玩。啲最傳統嗰個白色嗰個滑水場，有試過去到咩攞支，去到唔知咩終點，有個
孖寶兄弟定唔知咩，總之個圖案咁上下，跟住唔知執支追擊槍，唔知射 Q 死啲人啊！嗰、那個滑水場得刀仔嘅啫嘛，一開波，跟住入到去你攞到支追，跟住冇人教你玩。或者記得淨係去到嗰、那個去到終點，其他啲可能有好多花款嗰啲，通常都去唔到終點。或者咩爭少，去到一啲距離已經俾贏咗，識佢嗰啲人一夜攞支槍射 Q 死咗咯。爭少少未裝曬，裝埋玩下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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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就啲唔知一啲咩鹹濕戲院，我都記得 C S 一碟嗰啲咩鹹濕戲院，跟住播鹹片嘅嘛，嗰個即係銀幕嗰、那個銀幕嗰嚿嘢。做好多場啊！諗起有啲係咩香港啲唔知咩大埔邊 Q 度屋村咁。有很多很多場，那人就真的很有心，知道整的。跟住那些不知道大埔哪個屋邨，我又真人又真的 有去過，很有印象。不過現在應該拆掉了，變成什麼什麼領展，應該不是那樣。就是什麼舊式屋邨商場那些，不記得叫什麼邨，大埔我只記得是。十二擊，我27唔關事咁樣，又唔係喎，都依度寫27擊喎，唉，我都唔知，27啊，特別計埋啲垃圾嘢。得兩個人玩咗個 Steam 都係得，科街冇添，科街起得好快，得好快，科街記得都仲短過匹子都好似玩咗成年。科街唔係好長時間，我諗半年內，跟住已經冇人玩住，啲人食個雞就算，因為好似有啲安息激能咩？真冇事，睇下先喺畫面先。有時沙發又不知道聲咩，我電腦大爆炸，鬼知有冇一粒掣俾我調曬所有嘢，自動，唉，鬼知是但。唔使啦，音訊全部，誒，算啦，有佢。都是那些仔啊，不搞那么多东西，但那个声音突然间奇怪的。这里在个设定表就清晰一点，一出了就 很不知道怎么样，隔了一重沙这样听的，在这里好像好像声音很怪的。怎么玩悠闲在时鬼大家 我不知道。是什么沙漠二号。我都唔識瞓，是但。仲要咩毛都有，嗨神樂呢個係咩傳統遊戲？因為已經玩完嗰個《鬼線東京》嗰個前傳啦，跟住就都玩咗成個鐘，跟住我求其開啲 game 玩下。頭先玩咗陣科街，跟住我見 Professor 講咗啲咩 CS:GO 啊，我又想玩下 CS:GO 喎，但點都好耐冇玩。我都好耐冇玩，去玩下。啱啱 download 完，我都冇装到，原来。听日先至玩嗰个《鬼线东京》咧，听日先玩得。听日应该两个钟都玩《鬼线东京》，唔玩 DVD 排太耐夜晚。今日晏昼排超远，快好多。你等下完咗場先，啱啱或者入嚟開緊波，等下彎，不過差唔多完了。
又嚟玩下槍 game 有火彈啊！哦，真可憐。以前都係玩最多閃光彈啦，煙霧彈時時玩閃光彈，亂咁抌咪直衝入去。有啲嘢有少少唔同嘅 CS:GO， 有啲咩電槍咧冇嘅，一電即死，但係要好近距離啊嘛，啲電槍係散彈嚟，唔係佢係正常射，但係好近距離，但係一嗨一定死啊！記得，好似啲散彈咁樣。做咩？殺曬啲咩？拆咗 C4， 玩下先，應該冇錢喺身。幾多錢我有？我啲錢喺。我似系嘅，哦，3400，买啲咩冲锋枪先啦。我而家仲有啲支，呢个枪有，诶，唔好揿 shift， 就 shift 就系减速啊。同个 DVD 啊 ，shift 就系加速，呢个系 shift 就系减速。得啦，呢个系杀手中咗闪光弹，我都唔知睇唔到太多烟。喂，唔得，死烧埋，有狙击枪，攞 AK 爆头。因為一定會搞我啊！呢啲嗱冇人先，人哋攞啲咩 AK 嗰啲咩掃 Q 我，哇頂！好啊，唔得，啲程序人 cam 住呢個車位，哇咁就死咗。攻唔到呢度啦，唔等其他人死咗，因为挂咗机。小头帮大佬，呢个叫咩墙啊？地图唔鬼识。成點都完場啊！入嚟依一度已經，我只係啲唔好行嗰條路。我成日撳 shift 掣，我唔知啊玩你玩翻其他 game 咧。CS:GO 係 shift 掣減速，而喺度仲遠嗰啲範圍，好似啲路仲嗰條嗰距離仲遠，我支槍更加唔啱用。等陣先，轉一轉，嗰個炸 Q 我，我有。轉位先，嗰陣係頂跳嗰度，唔識路啊！轉右轉右，啲電池好似打得爆，有得槍，李家超，條路唔記得咗，打翻頭先嘅啦。有人玩電槍喎，電槍電視喺前面條友喎。玩電槍電死咗呢個人，啲左佢係右邊啊！我唔記得條路。哇！喂！啵啵啵啵！做咩？四 Q 曬。好啦，冇啦，開個場啦。喂，呢度都轉咗轉右，唔記得，我記得沙漠，算記得啲，其他呢啲路唔太記得點樣行。轉。呢個係咩彈嚟嘅？煙霧彈。刀殺。你都說了別開槍。屎尿。噔噔噔噔，再排。有一個揀地圖。我覺得呢個咩火車係好鬼大啊，火車咯。因為隨機一二，你咁呢個啦。噔噔噔噔噔噔噔。
有时只是你的对手今天手感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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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场时间，喂天桥，又睇唔到远嗰啲嘢咯，而家，即系突然间话翻就系呢啲 game 系得嗰啲。即係某幾支先可以宣大宣細咧，而家玩呢支 game 冇得入雞堡，就冇得咩咯，真係有啲唔慣。而家所有槍 game 基本上都可以右制噶嘛，可以右制宣近宣遠，呢個就冇。因為 Rainbow Six 嗰啲嗰堆 game 全部可以宣個鏡頭，而家冇。Okay, and here we bloody go. 休閒都冇咩，冇天 Q。去小包呀，我冇打中过去，原来。加埋个头像。哎呦，为什么不下包？我操！第一玩落咧，即刻好唔同咯！呢個槍，即係冇得跑，冇得又制，即係先近個鏡頭，得某幾支先有。誒咩 MVP 就有音樂嘅，如果你咩早買定個音樂，我執個師傅打啲咯。玩啲近焦距離嗰啲地方，太遠啲槍射唔到。我唔記得邊度放 C4， 老老實實。雞寶。对啊，没事。他是开不到的，对不对？在这里。鸡堡。哦。爆头，打重击，我都系好似冇打中到，我打重击扫个门口，我操！Good, good, good, good.
扫得好，弟弟。咁你长用先，跟住就有二千几。好啦，玩呢啲咧。I'm throwing smoke.你左边扫紧啊！哇呀！系唔喺度？交叉都有人喺里边，里边都有人掉弹射嘢嘅。條呢度咁樣嘅，邊度有人射直射出嚟？一後邊有人，咪射只雞寶，射死咗，死咗。我操！有追喎，有追條射出嚟。因为咩啊？两有个钳，啲 skin 嚟，有个钳喺背脊。成近射。呢個是 C 貨圍，咁靚嘅而家呢個。啊，呢個係咪以前有瓦遮頭，有啲草喺上面遮住個地圖？3-0啊，40-0就係。3000，係真打啦。啊！嗰啲追好勁噶嘛，嗰啲只 CS， 嗰啲追係屈到跌，即係你瞄一準就係出你唔上。嗰個死咗個啦，但係太少人啦，冇衝。你追啲太遠距離，你射咗佢冇用，追擊手一槍射死。一个，加枪一个，我看到不行，冇得死啊！来重击，一下出来一夜被收拾。他妈的也不出，他妈逃到，他妈逃到后面干嘛？太老了，回家他们的。加嘈嘈一次，再执啲追玩下先。系，好似冇得。哎呀，左边嗰度左下角睇人条血。头先嗰啲人，我唔知道我有冇打中到。玩刀仔先，玩手枪。咩攞刀仔行得快啲嘅嘛？佢哋那时但系接枪就慢。边啊？我得翻一个人。我子弹了。有落 C 科，無啦，見到佢啦。我點解前後夾擊啊都？佢啦咩人前後夾擊？插，嘅時候我，唉，佢又買咗工商船。我邊個地道好似好啲距離，全部都好長，咁你攞散彈都係唔好。黐住啲人先，揸住個先鋒。
走啦、啊！你有咩？嘟嘟嘟嘟嘟，点咗你又？又系条友啊！做你呀，突破！睇先，啱啱有啲追喎，啱啱佢杀啲人杀咗嗰个，都斜角有位喺度呀，又右边。你要回了。雞暴我走了我不右閘右閘 OK 然後轉嘛一時你你啊得他現在要整個動作做完才行他以前好像他要扭完才行通常都要個滅聲器嘅，係。嚟啲先啦。我貪佢嗰個滅聲器嘅話，攞嚟知啊，咩攞嚟偷雞嘅，做咩抌個屍殼？睇下直衝啊，睇唔到，太黑啦，睇唔清楚啊。哇，係。哇頂衝啊電梯真有炸雞真點炸雞 8.4 了哥哥我們有條腰先到、我就真你媽服了主要是珍惜自己的皮膚飄飄飄飄飄是不是聽到啲腳步聲？是不是兩條友？我是動都不敢動一下。是不是個C4跌咗喺度啦？頭先，好啦，等四。雞寶。钳住你最打死車有7000多在哪裡大火但不在這裡左邊有人在射恐怖呀轉位重機腦喺度頂係咪有條友在两边望，我望一边。后面有两个。看一把，我看连接。连接凹槽好像有，包点有。连接凹槽是。浪，去去玩去。雞寶我一下也沒曬雞寶已死上彈
到压力。啲火黑水望唔到嗰度前路。彈到嘅，哇！你掉上去，跟住俾你即刻掃啊！彈，哎呀，追係咩？通常咩打中嗰啲咩上身嗰啲位，通常一槍死，好 Q 勁啊！一個講到 cam 嗰啲直線位，斜角一樣射埋。最高攻的嘛，那些綠色的那些什麼四五那些東西 AWP 什麼鬼，然後有一支是什麼連就是追但連射一點的，但沒那麼高攻，但那支都 OK。 然後有一支什麼，有一支白色那支很輕，那支那支是要打頭才死的，然後現在還有沒有的，有還有一支白色的嘛，最輕的追但就最低攻，就是一下一下射。我睇下冇先，点鬼字啊？系呢字啊？呢字系咩？四同三啊？好似佢都系咩追，但系好低攻，但系就得个轻字啊嘛，好似平啲啊咁啲。系打头啊，就打入个头先可以一下死。喐動都流暢啲嘅呢支就，不過好少用，通常都係用最高攻嗰支，因為打呢出呢啲打打唔死人就冇嘅。睇唔出，哇！頂人就幫我炸喎。我覺得比較考試啊！而家你呢啲槍，佢唔係而家嗰啲新嘅槍，咁可以成日俾你酸近酸遠，你遠一陣你真係睇唔到個人行，有條友喺度，左邊有條友聽到，咁近。嗰條路安全啊！你太遠睇，喂，哇，佢幾準啊！人佢八，佢射穿埲牆就打中我，嗰個斜角位。而家佢呢個新嗰啲，佢會寫埋話咩？佢係唔知穿咗啲嗰啲三角位咧，睇面下薄薄地，佢會照射得穿。因為佢嗰個殺嗰個有寫話穿牆再爆頭咁樣。漂亮，我要死曬啲。咩八場啊？唔夠錢啦，買翻追啦。哇咩哇！我一出嚟一下死咗，咁準。間鋪都講嘢㗎。哇！我係慢咗，再
我睇唔到嘢，再咁咪死咗。佢嗰个表而家又写埋点样杀死条友，慢咗再死咗。好啦，死咗啦，等下场，等下弯第二个地图。佢好劲，佢玩熟一枪一下一头，咁咪死咗。别挡我啊！呢个咩玩重机？哦，呢块板成日串嗰个位。弹火弹。Counter terrorist win. 终于有赢了。阿波大师火种有埋呢啲嘢重脚。而家佢有呢啲好似玩其他 game 嗰啲啊，佢战地风云嗰啲又话你咩做咩做得最多，咩做得最少，依村先。咁时间，某大最高精准度，咁啊去。應該放大少少。以前有啲依啲四號嗰啲槍都 OK 嘅，誒孫近一格，但係隔唔係孫近一格連射啊嘛。飄，我死咗，佢話都埋到嚟，我未撳掣。飄，誒喺個出曬位度，撳唔到嘢。佢都系匿入去上子弹，有咩重机嚟？呢个系好啦，冇钱买枪啦，已经，或者俾人呢个位弱晒。得避下啲枪先得玩。喂，後面有個人喺度，因為佢圍住呢個出曬位，殺唔到，啲槍都未買到。入，抌，掟冇咗就好，開波。呢個咪頭先第一彎嘅嗰個地圖嚟嘅。我哋喺下邊咯。冇槍用啦。Bien. Counter terrorists win. Do it outside. 啊，仲有咩老刀仔片死咗个？买散弹出嚟。冇啦，出去即刻俾我攞个支咩 M4 一枪打爆个头。可以自由角度咯，仲系可以。做咩？我自己對死自己。
不不不五个打五个就是执艾斯科佬企定個人先，嗰個瞄準先最準。你行緊咧就好唔準。cam 住，嘣，一插八刀。我就手語咗師傅。咩電腦玩家？電腦玩家啦，咁即係個名嚟啊！玩埋呢場轉玩第二個，冇玩嗰啲有沙漠場嗰啲，你直接真係排沙漠場。突然跳出去原來。佢知道喺度咩？嗰個抌咗煙霧彈，再攞 M4 怼死我。哇！咁樣都知道。嗱，呢啲真係我諗電，呢啲真係玩電腦嗰啲人。對面兩面都有啊。佢可以 mark 點啊！而家呢只 game。睇下呢個，又睇唔到咩 C4 爆炸，係咩睇 C4 個爆炸咩得嗰個畫面嘅嘛？是為咗係睇，哦冇人拆到啦，又咩拆兩邊撐到最後咁樣，啊算啦。賣咗，個爆炸好震撼噶嘛！玩 C 服玩 CS 就睇佢爆啊，咁鬼勁嘅。我連邊度射都唔係好睇得好清楚。右邊仲有一個。C4 爆飆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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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飆電腦玩家，電腦玩家。Sniper, you are shooting me. Sniper, 被人爆頭。
笑。我又打中條友，我見到又係有咩助攻？呢、這個咪頭哦，係咩頭先嗰個殺我嗰個有射中過佢嘅，不過佢打中我頭，我快啲死！新玩都好難，好難殺到人，除非有得執下雞咁樣。佢温浪温唔夠人哋瞄得快，係咩？我一出幾秒已經 boot 劈，咁我死咗。睇咩考試？咩好遠？你望到要肯定嗰度，即係如果太遠咧，嗰瞄唔到，我唔係好肯定嗰度係咪個人。因為啲嘢有啲動靜，啱啱遮住。呢個呢啲咧，去到佢屋企個車頂，頭先嗰支槍有得酸近少少先睇到。如果而家咁樣望，未必望得好清楚。但係腳步聲好緊要啊嘛，拉只機。所以呢邊好有人射嘢出嚟。入埋出嚟咧，玩下 DBD 咁樣啊！哇，但係好鬼勁，因為咩電腦嚟㗎，仲要係電腦玩家，但係點樣係咩？點樣係託佢係俾？其實佢真係個名嚟，佢改名做電腦玩家，假定佢掛咗機？有人拆緊 C4， 暴露死曬啲。我要咩？佢哋偷襲，我要即刻殺到，如果唔係咧，又俾人殺翻。即係頭先可能唔係打曬個頭咧，佢即哇即刻開波送到個頭直射。哇！點解喺度一夜死咗？係啲 cam 定嗰個位，快咁啊死咗啦！難咗佢。得翻兩個，嗰啲咩電腦，真係電腦嗰度寫，嗰個我拼數，嗰個寫電腦嗰兩個真係電腦嚟，點解最少要五個人啊？係每邊補兩個電腦上嚟。呢條電腦哇！真係好鬼，真係好準啊！又一射，我一出嚟，我望到佢先，仲有都殺得到喎。哇！咁啊死咗。我呢度咁樣跳上嚟。咩槍啫？咁咪
電腦操控個，但係呢度又寫電腦玩家二，呢個又入邊又唔係。我打身，我打到佢哋已經應該一嘢打落我頭。我打身嗰個比例差，打頭係快射好多，打身差好多。我射佢先都冇。哇！一中我中唔到，有硬直噶喎，有硬出去有硬直喐唔到啊！玩 CS 係啊，因為未唔知玩咩 game， 咪開 CS 玩啦。而且部 Fiesta 話咧玩 CS 都係玩下 CS Go， 我即刻下載個直播下載 CS Go。我睇一條友咁大把，一行出去一陣，烏咁啊死 Q 咗。好快嘅人，係咯，追一槍就打爆，一中頭即死。我射中，我射佢幾槍都冇用。咩遇到平衡？一陣排嗰啲沙漠場玩咗幾場都未冇遇到沙漠，唔知點樣計啊？佢唔知道某啲地圖係邊種綠色咁樣，可能唔係咯，唔識分。個C4 已經跌咗，嗰條友未必執得翻。佢喺度玩嗰啲追定唔知咩唔鬼夠臭。又玩追，又係呢個咩老鷹捉雞蛇，俾一槍爆，佢爆我頭，仲要佢次次都攞水，一槍咪死咗。哇！俾人圍毆，俾人累，玩咩沙漠場啊？一陣要咩？撳咗 shift 掣咩？行去執翻，係咪一個警察嚟？冇啦，得翻一個啫嘛，四 Q 曬，得翻一個。有音樂。冇啦，第二日啦，準備翻完咗場出去排嗰啲咩沙漠嗰啲場。啊呢边啊，睇住呢又系咩追击位空旷场，一上嚟啲空旷位一追即刻打中佢头。出咗去，死埋出咗去，系冇乜伤，冇杀人啦，死晒。得三个人。電腦玩家 Chris， 可以出去排歌，已死。有咩 TWC 入翻個 Discord 嗰度啦？佢嗰套咩圖未睇？睇埋先瞓。佢之前有另一個，有另一個。Discord 跟住佢話咩唔記得咗密碼，跟住唔知搞唔翻咧，而家開過個。係啊，轉去玩翻誒嗰啲咩沙漠場啦，話佢要出去。睇下先，有乜鬼咩意思？五年老兵硬幣咩意思？咩安裝顯示？你有 CSGO 五年了，點樣？唔知啦，唔係一改嘅，呢個係咩意思？呢個係 OK， 都已經裝好啦。啲 rank 幾耐冇玩過？五年都好耐了。
真係好耐啦。但係其實嗱 ，CS:GO 唔係玩得好多，我記得都玩百幾個鐘。我玩 Left 4 Dead 仲多過玩呢一個，即係純粹買個意頭，嗰時仲要錢嘅 CS:GO， 跟住而家先唔使啊嘛。而家 CS:GO 係免費 game， 即係以前玩咩 CS 1.6 咪啊是但啦，有新版咪玩新版。巨龍仲有冇打機？巨龍好似冇啦，係咪？巨龍不過佢嗰陣時佢同佢同我玩，佢應該都係用手提電腦嘅。佢度玩啊！佢有一台 C4 爆炸，佢同我喺度玩。差一秒。玩科街嗰時玩 DBD， 佢過嚟 OK。現在是啲槍預設裝了 Missan 器，通常都裝 Missan 器的了，我記得我一隻中根本沒什麼機會要剝個 Missan 器，用這支槍就是貪慕 Missan 器。這麼快電槍電死了一個，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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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是有些不慣這隻CSGO 的開槍，你要企定個人，還有主要企定個人，主要是企定個人射和你走的射差很遠。巨龍可能都不得閒玩呢，巨龍都沒有，我見我最後跟他玩玩科街，好像是再早一些時間，就可能早了幾年，可能玩 DBD。DBD 最早期好多人玩，而家冇咧，得翻我啦。前玩開個班好多都冇玩住。早期 PUBG 早期出咪有啲人玩嘅。最近我仲有幾十粒。都冇推住得翻一個，唔知係直線攞支嗱，我跳出未都跳得翻入嚟，係因為呢個喺個位度直望過嚟，我唔夠人快，佢都企定 cam 住，一下很多，頂唔得唔推得，已經有啲槍聲聽到，唔好再推，我守住佢。好啦，而家呢個綠色，呢、這個綠色瞄準咧，會即係得，嗰個直線搭住咗，哇頂咗條友，即係個直線會搭住咗啲人咁樣，褪前少少先，有人喺度，慢，得師傅，得啦。開學了，唔知啊，我唔知嗰啲英國幾時咩翻唔翻學，唔識呢啲嘢了。但係依家冇乜特別 game， 冇咩特別 game 玩 ，Elden Ring 係單人 game 嚟嘅，即係 Apex 咯，我又。Throwing fire！ 我守住咗，得三條友守住咗，推前啦。呢個地圖係咪再改咗？可能第三次，我以前第一次玩好似唔係咁，第一次玩 CS:GO 都唔係呢個畫質，好似再靚咗。有人啦，聽到。我在 B 點。你在幹嘛？德國。我聽後邊個我靠啦！我頭後邊有人咧上彈。撇個雷，他包那個包就掉下來了，有沒有雷啊？哎頂，上緊彈。邊啊？過下手癮都幾好玩嘅，今日都覺得玩下 CS:GO。
偏左右边啊，应该系呢个地，系呢个地图好啲，其他啲就真系唔系好记得啲路点行，太耐。这个什么沙漠太经典。沙漠一都有玩，但系唔够呢、这个喺度两边斗 A W P 啊，或者调直线。但系踩都好似有利，踩望嗰、那个即系望多嘢望到咧，得一条线。玩警察就好似好有啲嘢多嘢望，又望嗰段路咧，佢有啲隧道位，要望好多样嘢就唔够人快，踩得一条路望佢。喂，顶大王！我走走，我唔系中好多枪啫，我一人。得我一個人啦，先，我推住。Flashbang！ 我得中間玩追系啊，冇啊，唔知喎，等睇下先。冇得啦，唔知咯。啲系咯，我記得呢個地圖都改，即系 CSGO 最初出都唔係咁嘅話，就好似再改過嚟，好似玩 Dead by Daylight 咁。即系 CS 1.6 一個啦 ，CSGO 啱啱出，跟住同埋我而家記得好似嗱，記得以前都好似有一格咁樣，唔知點樣嘅。冇咁靓嘅，好似再改靓咗，即系啲位冇咁靓，记得。喂，行出去睇下先，行出去睇下先。而家冇得追。好似系，系好似系，好似。唔知要几多刷嗰度先知，睇唔清楚都。哇，顶冇人。你而家炸呢方嘅烟啊！屌你妈的！睇下先，冇人点我。即系咪高空由头咁揼落嚟？机送场，助攻交叉射击，啊，去个叉个位睇先，去叉个位睇，啊，边有我肯定冇呢啲铁闸嘅嗰阵时呢个位，呢啲位冇咁靓，有足球我记得。我足球好似踢得開，呢啲冇咁靚，記得唔係咁樣。咦，係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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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度冇咗啦。有乜朋友唔記得咗？你試下，你試下，你試下，聽到？我冇朋友 ，OK。得翻一個人，因為冇啦，三個打一個。怎麼了？這種人啊，包也不下。係喎，冇得中間追擊了。我都唔知道，最后生还者咩？点解冇死过？有冇人讲笑啫？有啊，有死。唔知点解有伤？我记得佢个派伤咧，唔一定系最高嘅。我试过，我明明好低分，佢都会即系抽中个伤，但系个伤要买锁匙先开得。好早玩，勁早玩的時候，我有買啲鎖匙，專登唔知$7定咩，咪買嚟玩下做差。唔知你有$7咁樣，唔知解呢個鎖咪，即係啲爛鬼 skin 嚟嘅，啲噴漆嘢我都冇。我嗰啲嘅爛鬼噴漆、爛鬼 skin 啊！即係有啲 skin 好值錢噶嘛，啲刀仔定唔知乜嘢，即係冇啦。我玩咗百零個鐘，冇投入呢只嘅。乜咁咩嘅？三血。點解冇執到嘅？冇子彈，唉算。啱啱諗住執嗰支 M4 住，一唔執到嘅咧，要嚟到呢度先可以射。我俾人打一槍，射得翻三血。冇子彈啊你！
几啦？十二点。打埋弯咯，话埋弯差唔多啦。诶，上我同你结算。诶，听日先玩东京鬼市。听日晏昼唔开啊！听日，听日晏昼搵甜水。哇！咩料啊？攞咩枪？嗰啲咩假左轮？上一个打先。嗰支咩咩准咧，系唔知几时出嘅，好 Q 唔知点解话好 Q 劲，唔知初流出。我记得嗰排我有玩，定唔知仲可能咁啱玩法。有支左轮好鬼劲噶嘛，唔知做乜嘢嘅，咁啊试多啲落嚟。双枪啊咩？通常玩系玩贼咧，贼先系玩双枪，但系个双枪唔系好劲。得個樣因為得，除非成班人啦，你成班三四條咁樣衝，有一個做雙槍可能好嘅，都就第一彎先玩，冇子屈多子彈嘅，但通常都係銀雞，銀雞最勁。係唔知點樣改定右側唔記得啦。Come on, let's go。唔記得。啊！喺出邊好似出邊誒換定啲做咩？將支銀雞換走做支假左輪定唔知乜嘢？定俾人燒咗十年？我唔買槍，我執埋啲槍算。啊！亂咁射下，掩護下，射啲無謂子彈，嚇下鬼。有條友啊，不過射佢唔到我一定。多人就用三連發咯，一條友就唔好啦。我真係睇唔到架車後面有人，好眼眉啲人嘅，我睇唔到架車後面有人。邊度開槍？邊個人殺？屈頂！哦，佢逼佢，佢可能褪咗入嗰個出世位入邊。喺邊度？我喺呢度，呢度。我真係睇唔到。系咯，玩杀玩到呢度有结果赢就收台啦，我哋。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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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出出出出出。啦。呢支啊，嗰時都幾好似好中意用咩三毫射，因為貪佢多彈咧，成班人衝你亂咁射，實偷到雞。呢、這個先係唔知開咩槍抽到翻。要多啲人唔得啦。睇下褪咗架車嗰度，我俾人射到，哇！頂上唔到人，佢望得好清楚，飄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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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悠閒，守到加入觀眾，唔知叫咩服喎呢個，悠閒咯，好耐冇玩啦，唔識玩新手。好耐冇玩過。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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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啪啪啪啪！長長長，玩埋長壽，玩仲有幾多？三七彎完場。未啊？幾慘啊！系啊！掉死咗！他，你把你后面有个人，你挡住了，你知道吧？我操！哎呀，笑了！我垫的那个是我室友，我一直在笑的，我就没注意后面。
唔係 skin 嚟啊，右邊嗰啲槍我見有顏色，紅色，呢個係紫色。查唔切啦，你等睇咩 C4 大爆炸。哇！大爆炸。啊，匿埋喺度睇啊嘛，但系通常咧匿喺嗰个斜位嗰啲睇 C4 大爆炸，而细个系为咗睇嗰个爆炸嗰个震撼啊嘛，好正啊！你玩 CSGO 就系为咗睇个小魔爆。反而人字牆冇夠，係嗰貨櫃，貨櫃牆都好玩嘅，但係嗰個震撼冇咁高，係師哥爆啊，好正，一隻親手 set 落去咁啊，仲要，哇咁係咁掃，咁掃抖喺後邊射佢啊，使乜掃都入出唔到去，佢瞄住成條直線，佢一板彈彈出去個火。我冇打中佢，啊要企定个人射呢一个，唔可以喐住射，玩惯咗个战地风云，即系风云嗰啲可以行住射，呢个唔得，要企定个人先可以开枪。嗰个嘢真系差远。冲咁前就揸支波就爆穿墙射自己咗个警察，我行条路喺度多人，okay， 但系推唔好上前喺度，唔好再推。左邊有冇人啊？地下有人，各位有人。哇！哇！直接被人拆咗啦！咁在槍戰中拿著刀子，哦！要嚟到落到嚟呢個位置先可以咁樣追。好似买错啲枪算 ，MP7， 哇顶！佢慢到连嗰地图都睇唔到，痛着！哇顶 BBQ， 哇多人出面嗰人死咗。佢想攞電槍電我，不過電唔中，佢開槍電唔中我。我先要轉右邊。喂，個位咁樣，依家以前冇啊，記得冇呢個凹位嘅。睇下左右望。哇！喺個車嗰度射出嚟，睇下先。哦，喺呢度 ，OK。
我睇我睇唔到佢，我唔知有條友瞄緊我。得翻條友，我要死 cam 呢個位，哇！立飛殺到佢。我頭先有條友想玩，一電槍你電唔死人就一定俾人殺翻，要好近距離先電到嘅真。有時一次半次少一撞棍，你當散彈咁咪打得一炮。冇第二炮啊！支箭槍我記得一隻中，根本都出喺度。好啦，死埋，攻唔到啦。我咧以前係玩係會有班人話 BB， 即係全隊一齊話 BB， 全部衝曬 B， 全部 A， 又全部一隨機嘅，我記得。嗰時啲人會開咩電死咗，又睇開玩電槍成日，又係嗰條友，下邊好多人啊！下面有人追上，裝在 B 嗰邊。咁呢度冇人，兩個一個。小王沒人呢，小王在這裡。哇，行啊，炸死了神位啊，拆不切這一招。拉一條路，一個波咪喺踢，唔會爆喎。防彈足球，死曬！但我又死好多人喎，你嗰隊咩事啊？即係圍毆。咩料啊，笑咗啊 ,ok, 不要不要好了，只等返一個，唔知咩時候我望去望嗰陣時都仲有幾條，望返個上面嗰表冇曬死曬，等返幾條友返一個人我行一段嗰啲嗰邊，快啲走，行翻啲近距離些少，唔知波先重要。佢嗰度有落到去喎，有落到去啊！仲有條友喺度玩，仲有條友喺度玩電槍。哇！咁都殺到我，攞抌嘢炸喎！喺個位度，唔知道有冇人。嗰個搭棚嗰、那個，哎呀，上喪屍科船嗰、那個搭棚，唔係而家可唔可以呢度跳？以前而家唔知點解好鬼難，唉，算啦，唔好唔得，得下次先。我揸嚟試過，我記得呢個位好鬼難，好鬼難先跳到上得。有個隊友喺度，攻唔到啦，攻唔到佢嗰邊，轉位咯，轉呢邊咯，而家74血。呢度有冇跟我？跟住咩直線一嘢射 Q 死我啊！得又喺度。OK。都因為會被追射死我，我揸一支槍，好似射望到頭啊，係咪踎低都冇乜用啊？有冇呢？得翻
一二三四四对两个。哦，反弹。唔好垃圾执下，既有枝，有百几粒，准备走啦。无理咯，呢个位睇唔到佢爆。远离啊，远离啊，远离。好似，化重机，人哋啲枪嚟。重机啊，睇下啲行啲，重机啊，我玩啲大直路，喺度乱咁扫，哇，好慢揸住啲重机，我系行住好快，好鬼重啊，睇下啲重机行得劲慢，我又睇唔到嘢。都唔知射咩草啊，其实。上一上彈已經差不多，他一直不攻，攻不到槍，有人在這裡死了吧。哇，他在掃 Q 我，打不到這麼遠，是一下一下一下的，是他太近才掃得到，他已經掃不到那麼遠。我要行近啲先得，系咪啲重机用啲咩散弹差唔多？噔噔噔噔噔噔，冇啦，对嘢啦。因喂，有人中又中电枪，无啦得翻三条，因直减肥痛。好啦，知啦。人哋赢晒啦。好啦，完场就收台啦。听日先玩嗰个新 game， 爱咗因直矛啊！我咪去加入 Discord team 因直同。因為曉王裝完電腦未，我冇睇 Discord， 開台就佢裝完 hard disk， 裝完咩 M dot two 咪，係啊，聽日玩新 game 啦，今日都幾好玩 CS， 我覺得玩 CSGO 好似好玩過科界咯，而家玩先玩咗一陣就，我殺四條友最後，我係咩一粒星，有試一場係最佳表現，哇正啊呢、這個，嗱都話佢唔知點樣計嘅啦，我有一個寶箱啊，睇使唔使錢開先。要錢就不開，我賣了它。喂，頂！我想走場啊！我要等它開了場才讓我走。它送了一個箱給我啦。玩啊，不玩啊 ！CSGO 啊，有機會再玩啊！你個咩箱入邊要俾要貨金，應該要俾錢。我要俾錢，我攞去嗰個 Steam 嗰個乜嘢賣 Q 咗佢。咪睇下先。開嚟見到$19咁 Q 貴嘅，我攞去賣咗算啦。呢個箱，呢個零鏡箱，隨便台嘅箱，呢個係就係隨便台箱。我賣咗佢先，一陣去 Steam 嗰度有啲爛鬼先啊！呢個銀雞都幾靚，呢個望落，不過唔會啦，好少玩啊都。要用鎖匙，要用鎖匙不玩呢啲，其實都下次可能已經是一年後的事咯，再玩。好，咁啊，玩到呢度先啦。咁啊，聽日就玩新 game 啦，玩嗰個
鬼線東京啊！嗰、那個，聽日就再玩。聽日下晝應該唔開嘅啦。聽晚9點再見，係咁，拜拜。